大家好，这里是市场买了新鲜的爆冷鲫鱼，新鲜的鲫鱼没有土味也没有腥味，整只煮到入口即化，香软的鱼卵更是美味。鲫鱼去鳃后洗净，擦干水分，再用油煎或油炸的方式煎至表面酥香。对了，鱼鳞不用去除哦，鱼鳞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营养素，有丰富的蛋白质哦。先将鱼取出，放入姜片、蒜片和葱段炒出香气后，再放入鲫鱼，呛入酱油、米酒，再少许的糖和胡椒粉。影片最后有食材比例可以给大家参考哦。再加入适量的水，喜欢吃辣的加点辣椒。煮沸后用小火微煮30分钟，美味的葱烧爆卵鲫鱼就完成了。你看看这个鱼卵，真的超级诱人哦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阿基师的影片分享哦。